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刚才我们不是已经在一个地图个日里面有一些景点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有加进去了。那但是每一个景点呢，来我按一下福冈市好了。啊，福冈市呢，我今天按了福冈市之后呢，这边不是有点的吗？好啊，这其实这后面底下有没有看到，它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图出来。其实我看一下我放横的，它到底可不可以呈现的比较好一点点？有没有？其实你看我一放横的，它就变成刚才那个legend的收进去了。但是这个地方看得到，有没有？我把它拉下来一点，有没有看到福冈市啊？然后啊糟糕，我跳出来，重来一次。啊，五日游。日本五日游，我再重新点进去一下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选这个福冈这一点，当然我也可以直接从景点这边去点啊，或者是从 legend 啊，我们从图上面去点好了啦。啊，点了飞机之后呢，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支笔？这个笔呢可以干嘛？可以修改一些东西。来，一个是我上面。拖不太下来了，已经被挡住了。我先来，好，我这样子按倒推键一次哈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刚才我是打福冈市，或者有时候它出现，它加进去的是英文名字，你不容易认。假设我今天我不是要打福冈市，我把它改成福冈机场好了，那我就可以去掉打机场。好，然后建议各位，你可以把这个地方。底下这个有一个大的空白，请你写一下一些细节，比如说呢，哎，福冈机场有特别卖什么东西，或者说，哎，福冈机场哦，它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国际机场跟那个国内线机场其实就在附近而已，有机会要到国内线机场可以看到什么什么，你可以把一些详细资讯打在这，哦，那我对不起，我偷懒一下哈。哦，我弄别的，我故意用别的东西来搜寻一下哈，比如说福冈机场，我看一下福冈机场有什么资讯。我偷懒一下哈，我懒得慢慢打了哈，我就直接去打，我就去直接搜寻一些字出来。哎啊，这个是日文的，好，有繁体中文，太好了。好，那看有没有它的详细介绍。哎，好，随便租车的。好，哇，他这里没有那个中文的，哎，没有中文，照理说要自动翻译才对，可是他这里又是中文的，哎，他这里又是中文的，所以他这样判断不出他是那个。好啦，假设啦，我就一段字好了，我把这一段字放到这里面去，就是这个要应该，哇，这里不能贴上，不能从那边贴上。有一点麻烦，好啦，我用打字的好了，来，再来一次哦，福冈这里点进去，好，然后按笔，可以修改，修改什么呢？上面这个地方，刚才想说你要打福冈啊，假设福冈市好了，福冈市呢，然后这边我可能来写一下，我用讲的好了 ，OK， 这边有麦克风，我可以用讲的哈。博多车站有卖很多名产，顶楼也有火车站的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有一个是那叫什么神社 ？OK， 好，火车站的，来，我再讲神社。好，你看它顶楼那个，比如说我觉得。这个行程当中我要特别注意的，我到这个行程我可能要注意要去哪些地方玩，你不是只有点行程而已，这个行程里面可能有很多东西，你一定要你也注明一些东西提醒自己，我去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一定别忘记要去哪几个地方，哦，甚至呢我还可以再加，等一下哦，哎，
你看我再继续按笔下去，再去修改，还换行，啊、哦，哎，换行它怎么换不了行？照理说这个应该是可以换行的，哎，换行它居然没办法换行。我看一下，我在这里按的话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刚才是在上面按哈，这里应该是可以，我记得是可以打好几行的，它居然这里现在手机上不能打好几行啊，好，手机上不能打好几行，那我们就只好继续加上去哈，就是按笔，我再继续加，比如说呢，我按一个逗点，然后我再继续加哈，我再用讲话的。地下室有牛舌盖饭，值得早餐吃。啊，有些字打错了哈，牛舌盖饭他前再饭啊，来啊，我先不改字了，我先不改字了，反正就是呢，这样子打字有一个好处，这样打一打之后。到时候你提供给别人的时候，别人按了福冈这个字，它会出现这些讯息。好，来，我储存，我再做一次。比如说呢，现在我要针对的是这个长那个豪斯登堡，好了，好，豪斯登堡。哎，手机上真的不太好操作了哦。再来一次。我针对这个豪斯登堡在这里，我针对豪斯登堡想要加一些注解，这个注解或者是加一些重点提示，有时候我到那个点，因为我们现在只标示一个图示点而已，这样子只是提醒说我要去那个点玩，可是这个点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，我们有时候一天的行程玩不完，哪些重点要玩的，或哪些重点要吃的要看的，你可以把一些文字叙述备注进去，所以怎么备注？你看到图示，你做了图示之后，点图示，不是按油漆桶哦，按笔。好，按笔了之后，你先可以看这上面，看上面的字，如果是你看得懂的字，那当然比较好。如果是你什么英文字啊，或者其他奇奇怪的字，你可以删掉重新改一下 ，OK， 好，然后呢，这里面的文字，这里面下面这一排的文字，你可以加说明，比如说呢，来我来加说明哈，按这个我用讲的来加说明好了，豪斯登堡里面有6层楼的高空弹跳。凭护照一个人可以玩一次，当然里面的字有机会各位再回去改啊，我现在暂时不花时间回去改了啊。那当然呢，你可以再加，比如说逗点再加啊。豪斯登堡里面的住宿品质很不错，夏天的时候有海上的。像那个什么充气溜滑梯等等的可以玩。好，反正我就把这些该要的资讯增加好，其实现在我们在编辑的时候看不到的好处，等一下我们分享给别人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别人可以看到很多很特别的东西，可以吗？好，来各位尝试新增看看。